今天下午刚是做那个证件发表嘛。去年十一月，还是宜兰县长候选人的林姿妙被问到缺席证件会，满脸疑惑不知所措，旁边还有人不断咳嗽。下午嘛，哦，下午的。林姿妙的幕僚罗东镇公所专员尤美兰抢在他开口前，一连咳了八次，似乎在暗示林姿妙不要回答。旁人打 pass， 却意外转移焦点，还有这个。这一面是高志刚，正面，抱歉，我正面认不出来。这个是我们的恰恰，这一次在我们比赛当中，2013年时任行政院长江宜桦说自己爱棒球，却在立委质询时认不出职棒选手恰恰彭正明，这还不是最尴尬。下来这一位，捕手是高志刚，不是。江宜桦连忙纠正一旁打 pass 的时任教育部长蒋伟宁，简直帮倒忙。这个是谁？局长，你知道他是谁吧？我知道左院子金城武。2015年时任观光局长谢卫军被立委当场考倒，停了三秒思考，只认出金城武。台下幕僚赶紧打 pass。花钱请来广告的，你不知道？木村拓哉下面都在帮你打 pass。谢卫军认不出木村拓哉，一旁的时任交通部长陈建宇还偷偷帮忙回答，真是有够尴尬。想要救驾却弄巧成拙，成为政治场合意外插曲。三立新闻光顺义台北报道。